项目，冬季两项滑雪。你跟着我的节奏走还不会吗？看我。哎呦，你看看，哇，你看刘星宇滑得可好了呢。哎，漂亮！我的妈呀，速度啊，那么快啊！据我所知，已经有的组在偷偷的瞄着星宇了。都这么早就已经联系了。在本轮比赛结束后，我们将进行第一次转会大会。其实刘星宇，是我一直想要，我不想交易。舞刀弄枪最喜欢的。哎，对，漂亮啊！谁打的？是你打到那边的吗？他们两个让我很出乎意外，不拿第一，对不起大家。你说什么都没有，就是要凭实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今日无风，叫人心情大好。然而，三军分裂，无半点松懈。对阵之势，预示着酣战一场，蓄势待发。欢迎来到冰雪正当然，今天我们要进行比拼的项目就是冬季两项。我们呢，先进行一个趣味测试，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比赛是混合接力赛，所以本轮的趣味测试主要是锻炼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好，有的。接下来正式公布我们本轮测试的名字，我们的测试叫《雪地排球》，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接下来请听规则。测试为三组比拼，三支参赛队伍分别派出三名队员参加比赛，经理人必须参与，总计五个球，落地次数少的则获胜，获胜队伍可以赢得正式比赛提前五秒出发的优势。哇，五秒，这有点多呀。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五秒，我其实挺震惊的。这个是我目前为止参赛到今天听过最大的负重。哇，那今天拼了哦！拼了，直接秒杀了啊！来，我们请先商量一下，到底派出哪几位成员？我觉得还是男孩吧。男生，我也觉得男生，就手长。身高会不会有一点优势？那我也行。都行，反正看你怎么。我可以。可以，点点。点点，行，可以，好。OK， 接下来发球权到底会属于哪一支队伍？我们将通过抽取三星折叠屏手机来决定。来，有请。那我就挑我们紫色。那我就挑我们黑色吧。来吧，请亮出我们的三星折叠屏手机。发。仔细观察一下它的颜色。蓝色。你这绿色啊？这它俩色一样啊。江潮的颜色区别于其他两个队伍，它是橙色，所以恭喜江潮拥有了发球权。哇，帅！潮流俱乐部，拥有了，壮树。来，三支队伍，请准备，加油加油加油，你们加油！接下来我们将正式进入趣味测试。请看向总教练手中的排球。哇哦，这玩意儿是排球吗？这么大。正式开始第一回合。首先拥有发球权的是江潮俱乐部。为了这五秒啊，朋友们，加油加油！各就各位。咚咚咚！
胜。放手！放手！我刚才自己选到那个位置以后，我就说坏了，我选到了一个逆风的位置，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说：“导演，我要选位置。”站位，我们要尺度讲到不吧？因为这个地方是太阳刺眼的，是不公平的。好，来来来来来，石头剪刀布，公平一点，公平一点，是你自己选的位置，这是你自己选的位置。啊，我躺赢了。把背给我拿来。接下来我们按照正常比赛的规则，我们要顺时针换场地。哎呦，来，第二回合，各就各位。他干嘛呀？你别管，他肯定是往这边打。他只能往不一定。弄回来就这么玩能回酒店啊？目前江潮队、渔阳队各落地一次。来，这边，加油，杨哥！渔阳队准备向江潮队发起攻击，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你记不记得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是已经失传的如来神掌？哎！哎，漏了！哎哎，破坏游娱乐设施，破坏娱乐设施！哎，你这个啊，你再破坏万设施啊！罚款，取消资格。这是不是可以直接罚下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球是过网之后才爆的，就应该算陈哥那边。让你们给打爆了，我们没碰着球，是球过网以后才破的。哇！谢谢。哇！啊？我怎么是傻？这个太……哎，那啥玩意儿啊！耶！哎呦啊，这家伙这整出弧线来了！咚！哎呀！哎！没事吧？没事吧？我们是踢球，球进了！哎呀哎呀哎呀！有点头晕。这个假动作还可以啊。江潮队、李晨队各落地一次，迎来了此次的比赛赛点。
姐姐跟刚才一样假动作，来，小心啊，要小心啊，肯定有诈，因为都已经到赛点了。好，来准备。肯定在我们。志在必得，这次拿第一，我非常有信心。哎，凭实力，凭实力。比拼非常精彩，把掌声送给自己。接下来我们公布最终成绩，最后获胜的队是李晨队。第一次的比赛大回转，李晨就是获胜队伍，摘得首金。这一次他们又拥有了提前5秒出发的优势，能否再一次卫冕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即将迎来最终的 PK。 因为马上就要比赛，我们需要排兵布阵了。我明天就是正式比赛了。我这个项目呢是4个人参加，由于晨哥的身体不太舒服，现在由我来安排明天的作战计划，好吧？好，我觉得我是不应该出战的。如果我上的话，丹丹姐她肯定也会上。领队都不上场，如果我要上场的话，丹丹姐上场多吓人啊！那太吓人。对啊。对，所以就有4位全员出击。好，好，好。你觉得你自己适合哪一棒呢？就第一棒或者第四棒，因为那个是用玩具枪的嘛。所以第一棒是心妍，点点第二棒，第三棒少强，第四棒是刘玉。对。这个项目呢只有4个人参加，所以呢现在我们一共是1、2、3、4、5、6、6名队员，领队都不上场，所以有1名队员是不能参赛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团队，有感情的团队，非常一个感性的团队，因为作为经理人和领队其实真的是很难选择，所以我跟严寒一致认为，我们就为了公平吧，我们就一会匿名投票，咱们决定谁出场。OK， 我们继续投票吧。哎呀，这个可能我心目当中可能投一个人，抱歉，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不擅长。现在什么心情啊 ？Dangerous 啊，紧张啊，紧张啊。嗯，有一个人不出战，那是谁呢？刘琳。嗯。没有上场，遗憾是有的。
对，本着大局观，就是还是要，毕竟是一个比赛，还是要最优秀的人去上场，这样子我们团队赢了，然后我也会很开心。对，那明天好好加油吧。潮流俱乐部酷，冰雪一人全是能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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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鹿雪海，又踏起一方纷扰，驰骋竞高下，且看这一战英雄谁属。欢迎大家来到由三星手机独家冠名的冰雪正当人，欢迎。今天我们要进行比拼的项目就是冬季两项。今天我还要请出一位重量级的嘉宾，神秘嘉宾。嘉宾谁啊？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他在哪里呢？是那辆车吗？在哪呢？六倍速放是吧？大哥大哥，欢迎你，欢迎你来我这里。来了来了来了。是谁呀？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韩乔生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现场直播节目。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到古城罗马，来观看1985年意大利罗马总决赛的精彩片段。前辈前辈前辈，哎哎，漂亮，十号连过两个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射门得分了。欢迎韩老师。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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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老师。哎哎，真心的欢迎你。好好好，谢谢谢。大家好。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大家看我身后的大家伙没有？看了。先问一下大家，谁知道这个压雪车它的简单的功能是什么？告诉我。压雪。压雪。把你带下来。哎，大家看，那压雪车实际上它有几个功能。第一，是要把很多的雪块，包括呢雪上的冰砸碎，所以它有砸雪的功能，把雪面呢砸掉以后，然后把整个平整。第二呢，可以压雪铲雪，把场地都平整以后，有利于我们在非常平整的场地上来进行滑雪。你们这两天练的什么项目？冬季两项。冬季两项包括什么？射击和越野滑雪。射击和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奥运会男女各有五个项目的金牌。啊，包括接力等等。我们呢看到每个队基本上都男女搭配，所以今天呢将采取接力的方式来完成我们一个迷你的啊冬季两项。大家听好，今天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比赛呢四人一组，每人完成一圈，每滑一圈以后你们要完成射击。那么第一个选手采取卧倒的姿势，打的是软弹枪。第二个出发的选手站立打水枪。第三个选手30颗雪球击中目标。第四个出发的选手站立打软弹。脱靶了怎么办？旁边滑圈，记住交接棒当中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其他时间不能有身体接触，看哪个队用的时间最少。听明白了吧？明白了。祝你们好运。谢谢谢谢。韩老师，您这一次来真的时间紧任务重，对我们的选手有没有足够的了解？我已经用三星手机预习了我们三星 Z Fold 3，这个有多任务分屏处理功能的手机，它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个任务，
这样真的很方便。你叫一吧？对。你瞧，事二二，这三三。那我们就把三星手机的能量赋予我们所有的队员们，祝他们比赛顺利。有请选手做准备，加油！加油！是血刃奔袭，静是这枪林弹雨，血已热，斗志已燃。Are you ready? Ready! 好，一场精彩的别开生面的比赛即将开始。这里是冰雪正当然，浙江卫视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全球转播这场比赛实况。大家看到呢，现在我们参加冬季两项的选手已经准备就位了。三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李晨俱乐部队的刘新宇。别看他只有23岁，但他的沉着冷静已经超过了63岁。还有代表我们江潮俱乐部队李卓文，这是一位单板滑雪，当然呢，今天对他来讲呢，全力以赴争取夺得冠军。我们渔阳俱乐部队的第一棒是一位女将，叫池心妍，是一个很爱滑冰的姑娘。没事，心妍，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提前5秒出发呢。好，现在比赛即将开始。心宇，稳住，心宇，加油啊！提前出发5秒可能是管事儿的，我们也争取呢，就是利用好这个5秒的时间，在这5秒中，我们尽量是调整气息，慢一些滑，然后把枪打得更准一些。文仔加油！文仔加油！刘新宇的话比我们快了5秒出发，他有一定的优势，我感觉他会挺快的完成的。因为我们有杨哥争取来的福利嘛，所以我们亲自感受到了赛道赢的信心啊，当然有啊。李晨队准备，准备好了。现在比赛开始，我们看到首先出发的是李晨俱乐部队的刘新宇，他的动作相当的熟练。哦，我们看到呢，池心妍和我们的李卓文在后面。现在时间已经处在了第三位，不要急。哎，喂，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心妍，别着急。我们看到，哇，第一位刘新宇，速度飞快，哇，他的姿态是非常的标准的，哇，稳一点，别着急。哎，漂亮！每个人有20车转，这么高。我们看看现在第二位，这是江潮俱乐部队的李卓文。紧接着，池心妍也赶到了，他现在是第三个进入到了射击比赛的区域。看看现在选手们表现如何。心妍加油，心妍！不着急，不着急，没关系，加油。金宇的话肯定实力非常强的，但是我感觉我们是非常的有信心，也非常的有把握，我想跟他 battle 一下嘛。谁打到了？不知道，江潮队应该。哇，漂亮，第一枪一击即中。漂亮。文仔发挥的很好，他也不着急也不着慌的慢慢打，就打得也特别准，像是其实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着急的。不着急，不着急，没关系。
非常的快速，但是他射击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走外圈，他动作还是相当不错。加油，文仔！哇哇，太给你们队长长脸了！加油 ，KT！ 走。哎呦，张恒，干嘛呢？还不走？别着急啊，五秒有何用？想送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送给你。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开始，我们就老了。别累。哇，我们看到其他两位还在那射击呢。Kitty 好孤独啊。我们看到张亚宁，这是江潮俱乐部队的第二棒。哇，他的滑雪姿态相当出色，非常好，加油啊新宇。哦，我们现在看到呢，这是刘新宇。刚开始我还挺自信满满的，然后等我进入到射击的时候，我又做出了这些错误的判断，心里吧就是很内疚。打到。张亚宁的是水枪站姿射击，亚宁哇漂亮，第一枪一击即中。好，哇，水枪打得很好，哇，他天哪，不敢相信他已经完成了射击。加油加油，稳住。我们看到江潮俱乐部队表现得非常好，这第二棒啊。整个顺利的完赛，我觉得还是很为我自己骄傲的吧。我对这次成绩非常满意。加油！哇，不着急吧？不着急吧？快点儿！最不自信的可能就是打枪，但现在没办法，就把压力都给我了。我会觉得我现在会打会去射击吗？也不会。那你能找到那个点了之后，剩下要做的就是把你自己的气息调平，然后把手稳住就可以了。现在池信言呢，我们看到因为他自己没有完成射击，他去罚圈了。现在刘旭马上进入到第二圈。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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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旭呢把杖递给了张恒。漂亮，哇，他迅速追赶前面的选手。池信言现在速度非常快，哎，现在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圈，你好，交给他的第二棒邵点点。
此时力臣俱乐部的第二棒张恒已经到达了水枪射击点，而且江潮也很沉稳地进入到了打雪球的环节。哥哥加油！一共有30个雪球，要击中目标不容易。打不准，再高点儿。这，喂，哎，好，太难了。李智队长张恒现在是完成了他的射击，加油，子队加油！啊，我们看到李晨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二棒了。李晨们第三棒是王振威，哇，果然是威武啊！他拖着一条红色的飘带，紧跟着他在身后，我们看到呢，程队、江潮都要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冷静。雪球是真的很难，因为小时候打雪仗从来没达到过人，然后最后渐渐的找到了一点感觉，觉得那个雪球不能太使劲，因为很轻，还要轻轻的去打。快点快点！再看看，现在呢，成队也已经进入到了他们最后一棒了啊，他们第四棒是孙博豪。博豪，博豪，蹬起来！好，我们看到现在黄队第二棒是邵点点还在射击的位置上。加油，加油！邵点点现在是咬紧牙关，在向他这一棒的终点在进发。好，身体一动，好，比赛继续。好，渔阳队才刚刚完成第三棒的交接，加油啊，邵强，埋头。振威加油！稳住。往前一点，往前一点。现在成队是孙博豪，啊，我们看到他现在在准备射击，慢慢来。啊，成队这个孙博豪是一位武警的退役的军人。今天其实风挺大的，我当时还在担心说怎么办，这个玩具枪的打出去的那个软弹阻力到底能不能跟室内训练的时候是一样。别着急，豪哥加油。哇，这个选手非常沉稳。哇，漂亮！好，好球！快！快！稳一点，别着急。加油！李晨队现在进入到了第四棒，现在邵翔也进入到了射击的位置上。邵翔，快！好，现在呢，我们看到成队宣布了好。
射击打得相当不错。张神，非常漂亮，都打这么准吗？豪哥，豪哥，快来！现在成队已经到了最后，快点，豪哥，快点，快点！哇，他们率先拉到终点，江潮代表队率先完成了全部的比赛。耶！潮流俱乐部根本拦不住。好，看看比赛还在继续。其实就是我们俩可以拼了。对。快呀、啊，少强，就在你呀、啊，咱们还能拿第二啊！加油，少强！现在少强已经进入到了射击的位置上。少强，加油！昨天少强一百一个。好，好，加油，加油！嗯，少强往前一点站。加油，少强，快点儿！快没准，加油！这是于洋代表队啊，现在进入到了第四棒，第四棒是刘玉。刘玉，加油！刘玉呢，也是所有的队员当中的唯一一个会双板滑雪运动员。我们看他俩动作还是非常好，不用再绕了，直接过来就行，大哥哥。嗯，直接过来就行。这边，这边，这边。刘玉，加油啦！看，哎，这个速度。刘烨要稳，要稳，要稳！好，现在大哥哥呢在射击靶台前，别着急。卡壳了吗？卡壳了。比赛真的就是取决于最后面打靶的时候的准度，我觉得我要担负起我们组这个责任，扳回一城。既然来了，既然为这个团队在做这些事情，觉得应该拼一下，就是放手一搏吧。现在弹无虚发，已经完成了他的射击。本来以为他可能会是最后一名，但是他现在反超了里程俱乐部。最后加油！哇！向终点滑去。到达终点，漂亮！王哥，杨哥，
这比赛非常富有戏剧性啊！所有里程代表队第一个出发，但他们目前呢最后排在第三。哥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哥哥，加油，加油，稳住，再往下一点点，加油。漂亮！虽然本队落后，但他最后一棒我看他表现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啊！好，大哥哥加油！那非常聪明的雪地上跑起来，哎，加油！加油！哎，加油！到最后终点，所有队员在一起给他加油祝贺！哇，非常精彩！耶！恭喜三支俱乐部出色的完成了冬季两项的比拼。韩老师，您感觉他们的整体素质怎么样？说实话，很出乎我预料。没想到每一位滑的都这么好。哎，让我感动的是，到最后啊，其他两队都在给第三位过的鼓掌。是的。哥哥，别着急，别着急，稳住，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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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加油，到最后终点。漂亮！哇，可以！我帮你谢谢了。这点让我特别的感动。对，哎，所以这个比赛其实胜负都放一边，关键在于我们一起共同冰雪，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哎，一起共同通过锻炼啊，大家一起呢有这种快乐，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是的。而且奥运精神现在是有这个更团结，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好的践行了这个奥运精神。对，非常好。对。而且我们的经理人江潮是唯一一个参赛的经理人，所以接下来江潮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江潮，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沾你那棒，你那个九七扔雪球前面一开始，你好像一开始发不中，并不好。对，后来怎么突然找到灵感了？我把那个靶子当成他们两个。哎，这样，这咱俩的铁盟已经结铁盟了，铁盟了，铁盟了。不不不不不！哎，你是整个队伍的第三棒，也非常关键了。一般来讲，田径比赛第三棒都是安排本队最弱的。最弱。金边银角草肚皮，对吧？够了，给点鼓励吧。鼓励鼓励。哎，这个得问有这个奥运经验的这个德全，他们一般短道速滑当中有谁跑第一棒，谁跑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第一棒是需要爆发非常强的，然后第二棒是实力最强，第三棒的话可能就像韩老师所说的，就是相对比较热一点。好了，弟弟，很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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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公布冬季两项男女混合接力赛最终总成绩，憋不住这笑容，你知道？公布成绩了，公布成绩，骄傲了。他们的这个成绩真的非常非常亮眼。嗯，我们的冠军，你们的最终成绩是9分15秒，十分钟以内。哇，江潮队领先的优势非常明显。啊，很厉害。接下来江潮，请问你有怀揣着我们给你的那一个福袋吗？哎，这是诸葛亮的锦囊。这个福袋非常非常了不起。好，把福袋打开。这还用，还需要用吗？来，江潮，请为我们揭晓福袋的内容。我这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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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给对方加一分钟，一整分钟。哎，等一下，我们两个队的成绩再说一下，差多少？渔阳队用时11分33秒，李晨队最终用时12分48秒。
嫁给你们也不是第二啊。因为你们三个的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哇，太大了，怎么办？所以加一分钟没有任何改变，没有用。本期三星手机冰雪正当然的冠军要恭喜江桥队。哇，祝贺你们！江桥队可以获得100个燃心纸。排名第二的李晨。是怎么我在你心里永远第三呢？排名第二的渔阳俱乐部可以获得50个燃心纸。排名第三的鲤城俱乐部可以获得25个燃心纸。哇，也不错也不错。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特别来宾韩乔生老师为他们颁发冰雪正当然徽章。祝贺刘林同学，谢谢。祝贺朱文。谢谢，特别的开心，没赢得过第一，这一次我们团结一致取得了冠军，我感觉是心情截然的不同。我觉得我还是想跟队员一起努力，争取下一次还拿第一。队长江潮功不可没，谢谢韩老师，再接再厉。哎呀，谢谢韩老师。好，谢谢。孙博好，好沉啊。好，谢谢，谢谢雅宁。好，谢谢老师。看看我们的质感。接下来，我将用三星折叠屏手机记录下我们获胜队的荣耀时刻。一、二、三，走你！哇，终于有徽章了！终于有了！终于有徽章了！不容易！哇，再也不羡慕他们了。燃心纸对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冰雪正当然的第一次转会大会。哦 ，no， 转会了，走了，转会了，是要走了吗？合个照吧，不一定，不一定。各位优秀的经理人和领队，在本轮比赛结束后，我们将进行第一次转会大会，所以你们要审慎的考虑。啊！就是咱们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可能队员们要转会。很难，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难，好难啊！我觉得这是个三方交易，什么燃星值啊，是至关重要的。对对对，这样我觉得呢，咱们非常简单的总结一下，燃星值的功能呢是可以分配给我们的队员，然后也可以保留去其他俱乐部交易他们的队员。就需要出去一位，然后进来一位。对对对，因为转出就要有转入，把这个燃星值省一省，最后一拼一搏。就是想挨个问问大家，你们自己内心想不想转会啊？想留，我留下吧。很想留，非常坚定。哇，我肯定去了啊。因为我就是跟于洋老师，然后我们一块聊过，因为他平时挺爱开玩笑的嘛，然后我也挺愿意说，就开始接接梗啥的，他们我去也可以，也没问题。首先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你像流星雨这样的角色要是在，那肯定是锦上添花。他有价值，而且在那次这个在第一次的大回转比拼当中，你们也看到了他的实力，所以是真的不想让他走。哎，我们知道这个了，说句那什么的，又能让你都安心去到那个环境去开玩笑去聊天，然后我在这边多加点燃心值，不是两全其美吗？对对，是吧？那如果我这样这个能够做一个顺水推舟啊，成人之美，又替我赚回了这么多燃心纸。那我肯定去了啊。是吧？
这个咋整啊？刘玉也好，少强也好，心妍也好，点点也好，这样吧，咱俩先分工。这个我想转入，你想转出，怎么样？我能把这个权利都给你吗？你来转入又转出？别别别！毕竟这燃心值是你花的，你知道吗？我都说过，心雨是我一直想要的。嗯，刘心雨就应该在我身边。那我们从未来就是俱乐部布局上和比赛战略上，我觉得这个你说还是比较权威啊，权力就交给你吧，丹丹，我来辅助你，真的。刘心雨是我也心仪的一个选手。好，买刘心雨。啊，好难啊！其实，在我们眼里，这是一件挺平常的事情啊。每个队员都随时可以去转换，为了队员更好的发展。平花的话，卓文、刘林、亚宁是竞速 的，对。但是，亚宁和博豪也为我们队付出了很多，拿到了很好的成绩，也不可能把他们拿走。哎，就是博豪和亚宁上面的黄衣服的是谁？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现在就想一个怎么让大家都不会买走我们任何一个队员的一个战术。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嗯，请讲。就是咱们可以把所有的燃星值放到一个人的身上，让所有人都买不起。哦，是哦。局之中，情谊渐浓。今日风云际会，各路势力蠢蠢欲动，势必搅乱棋盘，再掀波澜。欢迎各位来到三星手机《冰雪正当然》第一次转会大会。相信在这么多天的相处当中，你们都已经对彼此非常的了解，所以我知道这个决定还挺难的。痛苦，痛苦，煎熬，煎熬。你想把所有的人都转走吗？他最想转的是他自己。接下来开启本次三星手机《冰雪正当然》转会大会。接下来请听规则。第一次转会按照总燃星值排名从高到低依次进行选择，每个俱乐部拥有一次转入机会和一次转出机会，燃星值排名第一位的队员拥有拒绝权，其他被选择的队员不可拒绝。可以拒绝啊？可以拒绝？对啊， MVP 可以拒绝啊。我们先进入的是转入选择，有请总燃星值排名第一的里程俱乐部做出转入选择。不是想选我吧？来，里程，请做决定。那我们可能现在需要转入的一名队员是……我觉得他们也会选你，他们队不缺自由身。痴心妍，不是。点点，也不是。是他们队的，我们队的亚宁。为什么想选亚宁呢？
就是我这是一个三方计划，心妍肯定是会被交易到姜潮俱乐部，原因是因为严寒希望心妍能够归队，于洋组就需要的心妍。我的要求是要把雅宁给我们换回来，接下来的比赛他势在必得。石心妍去了姜潮组，刘星宇被交换到于洋组，雅宁被交换到我们组，这是个三方交易。他可能想要的是我的人，我可能想要的是你的人，你可能想要的是他的队员。那不是，不见得是他想要的，是严寒想要的。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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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幸福的脸颊快整出来了。多要是不是我，我多尴尬。并不是。我相信我们的亚宁一定不会答应的。真假的？没有，不能吧？那。但是我再等一下。再别搞。我觉得你们队最高应该就是雅宁了。我选了雅宁。有请张雅宁。来。Hello，Hello， 雅宁。欢迎雅宁，刚刚在冬季两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目前燃心值最高的里程俱乐部选择由你加入他们的俱乐部。真的吗？说好的团结呢？完了，你们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相遇吗？没有。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了想去晨哥队嘛，能选我很荣幸。但是因为又但是啊，这么长时间跟那个姜潮哥还有严寒哥相处下来，没有人想走，但是我有这个权利。亚宁，你。张亚宁不是最高的，所以张亚宁不可拒绝。里程可分配的是259个燃心值，张亚宁拥有151个燃心值，他必须加入里程俱乐部。欢迎！我代表领队站在旁边一起。搞得好沉重呀！这是个意外，他不想让我们任何人走。姜潮此刻什么心情？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这段时间真的很团结，然后我们所有队员都很好，很舍不得你们。没关系，有空打打电话。好，没事去你们那儿串串门，打探一下情报。好，恭喜亚宁加入全新的里程俱乐部。欢迎！我妹妹来了。你们在这儿欢迎的都不知道等我谁出去呢。心妍，先坐过来吧。不，等会再说。姜潮俱乐部，请选择。因为咱们已经失去一个最强的了，咱们必须找一个最强的。现在要抛弃他们的性格。这两个人你就算账吧。姜潮俱乐部。为什么一到你这就这么慢呀？你们开会没研究吗？哎呦，现在谁选择了？你。我们了是吧？来选来。我们选。万一我被选走。你肯定选走了。少点点。啊？啊？这个出乎意料了啊！这个啊，竟然不是心妍，石心妍。我虽然很想选全大局，因为那个是雪上的比赛，就是我的那个心妍，特别对不起他，你知道吗？我也答应好心妍了，一定想办法把他换回来。没关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那么喜欢心妍，你怎么不选心妍呢？那对姜老师不公平。为啥对我不公平啊？姜老师不喜欢心妍是不是？明明是严寒要选的少点点。少点点在你们队里高吗？我们在这个大会之前加了燃心值，加给了点点。是最高的吗？你们猜。但是点点自己知道。
看吧，来。好，有请邵点点。Hello， 点点，就在转会大会开始之前，你的经理人给你附加了更多的燃薪值，那一刻是什么心情？那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们给了点点加了41，交给点点了，交给点点了。好，因为下一轮点点肯定是要全力以赴的。嗯，好的。你很不想走是吗？他是想走，但是不想去那个，就是。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呢？其实我不太想走。看我们的队员多意志多么坚定。目前邵点点燃薪值112个，不是最高的，不可拒绝，必须加入江潮俱乐部。你觉得接下来加入江潮俱乐部，在剩下的几个项目当中，会为他们创造一些战绩吗？情感是情感，但是如果真正到比赛的话，我觉得我是会全力以赴的。好，好样的！恭喜点点转入江潮俱乐部。不能输得太丢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之后的比赛有利的一些选手，那我们就把点点换过来了。点点，这个衣服你可以一直穿着，不用脱，不用脱，不用脱，可以脱，可以脱，可以脱。我就看他下次穿的什么颜色，好不好？来，请举起你们的队徽，恭喜！啊，加入了，加入了，加入，加入，加入了。对啊。渔阳俱乐部，请做选择。他没变过，他肯定选我们队的刘王振威。哎，什么、啊？没有没有没有，刘星宇，刘星宇，刘星宇。好，确定吗？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老定了。哦。刘星宇，他到底拥有多少燃薪值呢？李晨。他是你们队里燃薪值最高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知道他也会被选，我们也给他加了燃薪值，把刘星宇加28，吉利一点198，而且他现在的燃薪值，不要398，不要298，在我们两个的直播间只要198，上链接。但是，刘星宇到底能不能拒绝呢？我们有请刘星宇。来来来，看见你我的嘴就合不上啊。痛快的答案。痛快吗？对。还不知道你能不能决定呢。怎么跟我队员说话呢？哎，我这么快啊？给钱了吗？你稍等稍等，会付款的。现在我们要判别的是你的燃薪值在所有队员当中是不是最高。所以到底拥有最高燃薪值的是不是刘星宇呢？他有没有权利拒绝渔阳的转入要求呢？他的能力拒绝不了了。刘星宇198个燃薪值，目前最高。哇！来吧。你有权利拒绝我，这个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心里是会有一点点去想转会，因为我感觉跟袁老师的性格呀也好，或者说是沟通上也好，会更接近一点，因为我俩都东北人嘛，但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让我现在内心会有点波动，就没有那么确定了，这个就是心里又会有一个。那你波动，你在私底下见面就是合作愉快，你跟谁俩呢？你在市场是不是就因为丹丹你有所疑的？啊，是不是因为严厉？是不是站到这儿来跟我好好说话？不，我跟丹丹姐相处也特别好，因为之前我们在队里总一起聊天。哎呀，我真是想要他。希望各位老师选我。给他整过来。哎呦，你看看，你看刘星宇滑的可好了，他。咋就挖我呀？那肯定的。快去，快过去吧。说两句真心话啊，
心雨是全俱乐部里面最高的，是跟我们一开始想象的，很准确，也想到了陈哥和德全会给你加。嗯。但是呢，玉阳俱乐部非常的需要你，也欢迎你，也希望你能来到我们俱乐部，谢谢，很真诚。好，刘哥。即使拒绝了，我也毫无怨言。毫无怨言是吧？好。你想，我们给人家出了这么高的燃星值，就是要赋予他这个可以拒绝的权利。那我最终的权利就是，很害怕。你说人家又给了这么多燃星值，我拒绝那也没有办法，只能认命。同意。五五五五，哎呦，哦！宇阳老师之前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又想着刘玉也在，我也想接受这个橄榄枝。嗯、来吧，老弟。哎呦，哎呦我，哎呦我。We can fly, fly.你这名牌都沾人身上了，你俩这交相呼应了，都已经联姻了，这是真的，都行都行。以后我就是不行，因为你我叫宇阳，宇阳，跟陈哥和那个德全，谢谢谢谢谢谢陈哥。恭喜宇阳俱乐部收获一员大将，目前拥有最高燃星值的刘星宇，而刘星宇的燃星值也将转交给李晨俱乐部。哥，我就想让你多挣点钱。好，恭喜刘星宇。谢谢谢谢各位，好好表现，加油。好嘞，我感觉我们这个组又无敌了，真的就是看好我们就可以了。嗯，我们就是无敌状态。我他们组公园无敌了。如果说转入是对会员能力的肯定，那转出意味着什么呢？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我是很不希望去交易的。哎，我跟严寒其实挺纠结的，真的是很难选择，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队员。哎呦，这个太难了，我们俱乐部的队员还真的缺一不可。我相信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选择，接下来转出需要各位做出决定，每队转出一位队员。还是我们先说吗？还是你们？那这样，我觉得我们用一个稍微算是战术的一个转出方式吧。我选择转出我们队的一个相对较弱的队员，但是我相信其他几个队也不会要，所以可能他还会回到我们队。其他几个队也不会要。嗯，也不会要。谁呀、啊？我，可就是我。好，有请李晨俱乐部做决定。我们选择转出的这个队员是陈德全。哇！啊，不是，哦，一下给我说懵了，那就别撕巴了，我们也是丹丹，别撕巴了，快快快，咱俩换人不完了吗？对对对，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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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给我换一换，衣服衣服。红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不是，有请李晨俱乐部做决定。选择那个谁，我们选择这个振威，振威，我们选择振威，王振威，王振威。李晨俱乐部转出的是王振威，江潮。哥，选谁？你觉得？你快，快快！他不行吗？因为我不想让女孩子受伤，
所以开始选择博豪和文仔去承受这一切。男人太残忍了，你定。我们要转出的是黎卓文。什么？这个战术我看不懂了。卓文可是给你今天拿了冠军。对呀、啊，这是功不可没呀、啊。卓文上去多伤心呢。是啊，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感性的团队。博豪带病，腿上有伤，还这么努力的去比赛去练习，而且成绩很好。我们如果要是把他推出去，这个太残忍了。所以最后只能选择文仔去承受这一切，因为我相信他的心理能力。他这个是个战术，是个战术。接下来有请于洋做决定。这样吧，既然刚刚新宇说也同意转到我们组里来了，也非常希望想跟刘玉合作，我们就把刘玉转出去。这也太坏了，新宇就在这拍大腿。我刚才真拍了一下，这真是太坏了。于洋做决定，来，你来吧，做决定吧。杨老师来，不，咱俩是说好的啊，我是转入，他是转出。我们没人选了。新颖啊，因为转入的时候没有办法去选择新颖，所以这次想把他换回来。石新颖。石新颖是不可能的。你想什么呢？石新颖好好说。谁？我们真的是于心不忍。因为我考虑下一个项目是平花，周少强可以去参加这个平花，然后池心妍在后面的冰上项目肯定是有占优势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嗯，别选我，别选我。我们当时估计的是，因为流星雨已经来了嘛，我就觉得说可能会把熊猫转出去，因为我跟流星雨同志的嘛，是一个类型的选手。说吧，痴心言。哇，这全是男的呀，还不如把我打了呢，真的。这怎么打？我想，我肯定还是要根据接下来的比赛去选择人，因为毕竟是这个俱乐部，我们要拿到更多的人心值，我们要去拿到这个比赛的胜利，所以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整体的大局。我只能是很心痛。你兴奋啥？这么开心啊？接下来有请黎卓文、王正威、池心妍三位，有想到自己是被转出的这一个队员吗？有。为什么？直觉吧，但是啊，我希望用我的实力证明你们的选择是错的。卓文，你不相信我们了吗？当时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失落，但是一切听从俱乐部和领队他们的安排。心妍，你有想到自己会被转出吗？都有想过可能性，对。而且你的冰上项目这么强，可是你的经理人还要把你转出。对，就本来在那边就已经受够了伤害。哦天哪，我石心妍，我虽然很想选他，但是出于雪上跟冰上的综合考虑，所以还只能选张亚宁。很遗憾吧，然后我也答应好心妍了，一定想办法把他换回来。我们选邵点点。啊，
然后还要在这边受一次伤害。二次伤害。对，二次伤害。哎呀，哎呦我的妈呀。那我也想问一下新颜，如果你有机会，你想重新加入哪一个俱乐部？杨哥吧，还是？不是，本身是那个刘玉。但是刚刚新宇说奔着刘玉又来的，我寻思你别给人刚来了又给人整出去了。别说那个了，真的。但是他一句话，他哎呀呀呀呀呀呀！好，来，我们听一下，这位有想到自己会被转出吗？有啊。为什么？哎呀，不，其实我本来就是学历比较少，因为本身就是技不如人，但是呢，我也有我的长处。对。但是我现在呢，一时半会儿就没有办法，就是及时把它给展现出来，所以只要给我一点时间，一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战术是因为这一趴是转出，啊，明白。转出人家不一定会收，所以你就会自动回到我们队，是这个战术，你明白吗？明白了。对。但是，啊，我想告诉李晨，你不能选择自己的队员。啊？那不，这不这，我都不打不拉打拉。这为什么呀？对呀、啊，这，我是真的没想到不能再选自己组的人了，一下子给我弄了个措手不及。接下来公布三位被转出队员的燃薪值：池心妍105个，王振威60个，黎卓文62个。黎卓文这么强，他给62个。哎呀，文采性价比高，对，性价比高。首先有请李晨俱乐部做决定。我们是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我们真的是算了初一没算到15，所以我只能在新颜和卓文之间选。对呀、啊。当时场上人员中我最想要的就是卓文，但我最后一个选择，所以很被动。哥，我求求你，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没求过人，就是既然不能选自己队的话，你把新颜选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因为他后面是有冰上项目的，哥，他一切完美，他人还好，我求求你了。哥，我从来没求过你，但是你先留着，你那么多强者呢，我但凡我要是能把新颜选回来，我真的我也不可能说把这新颜让他站着，我求求你能把新颜整走，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那我们就听脸脸的呗。行，我们那我们选新颜。晨哥你上当了。为什么？因为你选新颜了，我们不能选回卓文，所以他叫卓文。因为规则李晨哥不能选择王振威，但是我想选择卓文怎么办呢？只能让晨哥去选择池心妍，江潮又不能选择黎卓文了，所以卓文就是我们队的囊中之物。什么糖豆？好，恭喜池心妍加入李晨俱乐部。谢谢。今天我们可以抱你一下吗？特别不想让你走。恭喜黎卓文加入于洋俱乐部。那别走了。感谢。没有啊，这就是新的家。哥哥爱你。王振威也要恭喜你加入江潮俱乐部。三支全新的俱乐部已经组建完成，有请所有的队员来到现场迎接你们新的队员。队长。无敌了。我们第一次转会大会圆满成功。至此三大俱乐部重展新容，江潮俱乐部
行仁义而略逊了实力，渔阳俱乐部斩获两名悍将，聚群雄志在雪场，无敌了。李晨俱乐部可刚可柔，女将撑起半边天，新鲜血液持续搅动，下一阶段究竟谁能胜对变局，赢下这盘棋？本轮项目单板平地花式技巧，几个高手都在渔阳俱乐部呢，他们队真的是很强很强，我心态已经崩了，终于可以说出我要当第一，我们队也是第一，最大的一个福利。哇，他们队太强了，到咱们联盟。哎呀哎呀哎呀，我走你输的走。擂台挑战赛，接下来王者登场。上新华网搜索冰雪正当然，关注节目精彩故事，上微博搜冰雪正当然，进入冰雪经理人挑战日记专题页，获得更多精彩冰雪瞬间，关注微博综艺解锁节目精彩内容，关注新浪娱乐与新浪综艺冰雪正当然节目精彩内容早知道，来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冰雪正当然，关注热点资讯与精彩视频，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根本就赢不了的比赛。